好，地址抽。Go。对健身画这种东西适合吗？三四，第几个？究竟会不会是剑圣呢？第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，拜托、啊，剑圣啊，不要歪，不要歪，不要歪，不是剑圣。今日翩翩而来，终有一日也会飘零而去。OK， 完了，我觉得不妙了。哦，不是我要的剑圣，五叠，第一次十抽啊，十抽五叠。哎、欸，我路虎是。没有。好，第二次抽。Go go， 一休你 go go， 没有。对哈，我一直在喊开门迎客。第三次抽，开门迎客啦！啊！我要剑圣啊，我不要迎客。第四十周，哎、欸，对，第四十周，肚子好饿，我肚子好饿。第四十周有了啦！啊，给我小心点啊，你们啊！开什么玩笑？第几个、啊？刚没看到。第几个？怎么这么晒？一、二，第二个就是了，就不要让我第二个中，我告诉你们。啊？拜托啊！中！耶！耶！五曲星五英中，何事惊扰？送！送！剑圣结束，就告诉你们平常要做好事啊！哦，平常要做好事好不好？真是开玩笑，就跟你们说要做好事嘛！哎、啊，你们不相信，你不相信我没办法啊，对不对？好，等一下帮观众抽哈、哦，我先记录一下这个重要的时刻。我跟你们讲哦，放那个图案，左上角放那个剑圣啊。哦总是会保佑我的哈，好不好？开什么玩笑？我没得跟你闹哦，平常心啊，这是平常心，平常心抽就好了，好不好？我们不需要搞一些什么花招，不用，试试抽，结束。结束，结束。好，收工。好，就这样。好，这个是帮观众抽的哈。剑圣，剑魂，来，来，没来。啊，没来。啊，剑魂，剑魂 ，Come on, baby。第四个，一、二、三、四，剑魂来！在下五曲星五英众，何事惊扰？来了嘛！哦，开什么玩笑！哦，哦，舒服，继续吗？
请问阿尔继续吗？哦，开什么玩笑哦，我舒服啊。哦，舒服哦哦哦，就跟你说嘛，平常要做善事啊。哦，你平常是没做善事，那你是不是不希望抽到五碟？还是还好？好，三十抽，剑魂，来。来、啊，哎，没来。哪一个墙？第四十吗？就，哎、欸，我说，哎、欸，可是放单体技能，五叠伤害会比剑圣高吗？不会吧？算了，我还是不要说死好，不然到时候会被观众呛。因为像剑圣的，你只要叠三层魂创，再加上他的那个大招天剑圣才，应该是很痛的，应该是很痛的，不是应该啊，是很痛。好，第五十抽，剑魂，再来一次吧。哦，原来是看车头灯的部分，没有。再是第六十抽。我剑圣是这，我剑圣目前好像只开到上下四十等那个技能而已，就御天跟无极天光，我是就开到这样而已。第七十，哎，后面手气就不好了。第七十抽，后面好像越来越晒哦，哎，不是晒，越来越衰。一二三四五六七，好，第八十抽。第几抽？四五六七八，第八十抽，没中。第九十抽，第九十 ，PVP 剑圣好不好用我不知道啦，但剑圣可以封咒啦，哦，这样给你参考一下，够清楚了吧？然后降低人家攻击力，二三四五六七八九，第九十抽中。三四，第几个啊？靠腰，没看到。一二三四五六七，第七个，第七吧。二三四
五六，好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，第九十抽剑圣第二支哈。到目前为止都是剑圣哈，你只要剑圣对吧？没错吧？告诉我，你只要剑圣对不对？赞啊！好，再来是第一百抽。我会抽到手软了，一百一，一百一，一百二，我已经没有呐喊了。一二三四，第四个。一二，好看是不是哦？蝴蝶，嗯，好像差不多哦。今日翩翩而来，终有一日。也会飘零而去。好，来一百三十抽，这样不好吗？这样两只都有，一百三，你对，好，再一百四，一百四没有，一百四，好，第一百五十抽，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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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哦，是在一百六十抽了，哦，看懂了，哎，我画太丑了。其实没有哦，剑魂来，有时候要酝酿一下哦，我们要集气哦，抽卡之前要喊出剑圣的名字是很合理的吧？就跟放招式要喊出招式的名字，那才有杀伤力嘛，对不对？因为这次我没有练嘛，我没有喊，所以没有抽中，所以很合理嘛，对不对？好，这次我就要喊哦。五音咒，来吧！五音咒，来吧！五音咒，我都烧香，你还不来？来了啦！哦，哦，第一个就是，我好紧张哦！就跟你说要喊出他的名字嘛，你们都不相信我啊！看到了没有？这也是我的剑，这嘛是我的剑。你怎样剑是下面吗？哦，开什么玩笑啊！将军在一心，是这样念吗？再来是一百九十中啊！五音众来吧！我都练成这样了，给我来哦！没有，没来。好，这招不管用了，看来只能用一次。我想一下别招，还没有别招。
180啦。现在200了哦，200抽。我今天打到生死传说吗？我们还有另外一个观众要抽，我那种抽卡好像太慢，对不对？让我抽快一点。没有，刚好像快喷出来的样子哦。第220抽，230抽，没有，240。好，240了。哎、欸，这一次是第240抽吧？对吧？来了，是吧？是200，这一次是第240吧？啊、哦，好累哦。2、3，第三个。剑魂，都跟你说240，还给我打250，哎、欸，歪掉了，快要紫风去了，哎、欸，怎么歪的呢？好同事，是啊，刚刚好都跟剑圣有关系的，当遭此劫。好，这个是第250抽，没有，260。好，这是第260抽，该来的吧？没有。我就不信这次还不来。该来，这因为刚才我歪是这次中血的几率一定是这两只的其中一只齁。我叫你给我来就给我来啊。啊大叔。该来的吧。1、2、3、4、5。第五个。1、2、3、4，哦耶！啊啊啊啊！舒服，1、2、3、4，哎，四只剑圣而已啊，1、2、3、4，四只而已啊，四只而已。四只而已，对，第280抽剑圣，好，好，我们这一次的战观众的战机是280抽哈，然后四只剑圣，一只紫翁，一只五蝶，好，就这样，好，再来第二位观众，各一只嘛，好，希望可以帮他各一只，早点结束，歪掉，好。120抽，没有。哎，怎么好像不顺了？剑魂，哎，没有画好。剑魂还不来，
该来了吧，剑魂，已经加了5%了哦，该来了吧。火印中，给你面子吧啊！哎，没，他不给，他不给面子，很好。下一抽该来了吧？12%了还不中，第50抽。干！干你娘！对不起，我对不起你。17%嘞。第60抽。该中了吧？然后每次都白白中了。哦，中了中了。第60抽。4567。好，是谁呢？没有酸蛋。干你娘嘞。试炼不是什么幽姬。我只是我自己。对不起，先跟你道个歉。不过我们说好了嘛，就是不能怪我，懂吗？不可以怪我。对，这个东西反而是运气的。哎，好，第70抽，五音中没有 BGN 啊，好，这个这是要第80抽了，可是 FR 你比较想要哪一只啊？这两只你最想要哪一只啊？干，还是没有，哦，完了，刚才都把阿尔抽光光了。我知道他各一啊，但是这两只总有一只最想的吧？我的意思是这样。好，剑圣是吧？哎，干，不是吧？剑魂五阴咒该来了吧？100抽，该来吧？第100抽嘞，给点面子嘛！干你娘，真的不给？好，没关系啊，啊，你都不给嘛？啊？你他妈的，你这是欠骂是不是？啊？你这是欠骂嘛？没关系，我就是骂你，完了啦！第110抽。这怎么办？我好尴尬哦！不要，你不要因为这样子就不看我台了。我也不是故意的啊！这是……哎呦，要120了，加趴数了，120抽，该来了吧？有了，这不来就夸张了，是不是两抽？3、4、5、6、7，没有，我还以为是酸蛋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，好，剑圣。在下武曲星武英仲，何事惊扰？啊。至少中了他光的最想要的，好，再来130抽，好，130、140，何事惊扰？
那这个挡到了。开门！开门迎客啦！干！我是健身台的，150抽，开门迎客哦！开门迎客啦！啊啊啊！啊啊啊！好舒服，给你面子啊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，这是第十个。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，开门迎客，干你娘嘞！有健身哦，哦，我的臭手，哦，我的臭手，还要抽吗？一把，一把还要抽吗？看你，看你还不要继续抽？好，收手，好。没有帮这个 FR 抽到各一只，帮他抽到两只剑圣，五点没抽到。然后总共是150抽，中两只剑圣。哎，不对，刚才有一只赤练，对不对？赤练是第几抽抽到了、啊？哎，我也忘记了。70抽还，哎，好像我忘记哪一抽了，反正有一个赤练啊。三绝150抽三绝。一个是歪的，所以平均第六十中的哦，所以这样平均多少？五十抽中一卷吗？是吗？355，对啊，平均50抽中一卷。好，这是第二位观众啊，没有帮他抽到想要的物碟。哎呀，哎呀。